传我的命令，让弟兄们抄家伙，准备杀猪去。哎，老子论功行赏。好嘞，兄弟们准备啦。是。金条，谁捡到了？大哥有赏啊，赏他一根金条。二位的人，弟兄们，那辆轿子车上，到轿子车上去，去啊！大哥，要不我上去把他炸了？你把他炸了，环境都成粉末了。胆子大的没有，我赏一根金条。我赏两根金条，谁赏？
子山十根金条，上吗？上不上？大哥，十根金条，你可说话算话啊！老子说话不算数，山寨的这把交椅你来做。大家一起上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二六三师师长，四省滇锤专员石义堂，受委员长之托回到部里。你好。不识抬举，我们师座跟你说话，你还冲老大，我他妈把你们全灭了。大人，文连长，住手。师祖，师大人，我们都是一帮粗人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是上了别人的当才撞上你们的枪口的。上了别人的当？哎，上谁的当啊？谢家。谢老爷幸亏我们漏了消息，说他们家有两车金条，雇了军车送往九阳，我们是为了那个金条。谢家，这好，既然不是你们的错，我就既往不咎。弟兄们，都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师座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一笔勾销。我死了那么多的弟兄，我差点也成了岳父大人的替死鬼，所以这笔账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安团的弟兄们，狮子山的兄弟们，我石义堂受委员长之命来主政九阳，我这次重返故乡不是来跟任何人结仇的，也不是来复仇的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敌人，那就是共产党、解放军，其他的都是我的朋友。不过我在这要警告那些人，敢跟我作对、跟党国作对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，我石某人饶不了他们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少团长，握过手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师座，那我的那帮兄弟就白死了吗？你的那帮兄弟由政府扶选，发给死去的家属每人50大洋。师座大人，那我还死了几十个弟兄呢，他们可不能淹死啊。一窝土匪到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，还要抚恤，你们死绝了都死有余辜。住嘴。这位兄弟，你尽管放心，我石某人办事公正，你死去的人也同样，发给50大洋。狮子山的弟兄们，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，我就把你们编成一个团，从今以后有吃有住，而且呀，每个月还要发饷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啊？师座大人，只
只要兄弟们有吃有喝，我们下山啊。好，邵团长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看在石作大人的面子上，过去你我的恩怨一笔勾销了。好，从今往后我们精诚团结，一起对付解放军共产党。退下去。干嘛？退下去！不敢投降！不敢投降！怎么了？我的金条呢？我的十根金条呢？没有金条，我不放人！不放人！小华子，你他妈疯了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儿没金条，到处都是死人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你没有金条，没有金条，我就是不放人！放下！放下！放开！不退是吧？不退我真饿死的！我不退！救命之恩！